女生换衣服快一点哦。咖啡哦，换衣服快一点啦。博奇，你在干嘛啦？看一下女生而已啊。阿碧，他想不到，想认真，他这个我认识我吗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你变现在这样子？因为要跳啦啦。啊！谁会夹夹子？谁会夹夹子？来这里，对老师，来这里。这边是不一样的。哎，这边又老师。要不你说要不？我们只有两个人，只有两个人而已。再来一个。对啊，他这样输了。好，继续。有太夸张了吧？你刚刚浮夸。还有例子哦。对啊。自嘲自嘲。西北辨别方向。